2月14日，韩国女星郑秀妍今天抵港出席品牌新店的酒会及开幕仪式，同场出席的还有本港男神周柏豪及周秀娜。 Jessica 一出场便引来前来支持的粉丝们不断的叫喊声，现场曾一度陷入混乱状态。Jessica 看到粉丝们这么热情，也不停地挥手打招呼。她表示做完活动便要立即赶回韩国，但不是情人节的关系，笑颜也没有人约。对于有传闻结婚的问题，她没有做回应。娜姐身穿单薄短衫花裙现身，大秀其迷人的小蛮腰。今天是情人节，没想到单身女神娜姐还要开工，难道今天真的没有男生相约吗？其实有朋友约了今天就是出去吃饭然后见面，但是因为就是怕误会，怕他有什么误会这样，所以我就全都推掉了。问到娜姐的择偶要求时，她也坦然做了回应。我其实比较喜欢高的我就算好像没有什么特定的说什么条件啊、标准啊，但是好像我还是蛮喜欢属于比较开心一点啊，运动型的，就是高一点的男生，对。